变成然后养个毛了。嗯。叭叭叭叭叭！还想跳啊？还跳啊，小雨？我不知道怎么回家了，迷失方向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家在这，家在这。我都找到家了。嗯，啊，我们今天先等谈谈。好，我三秒，三分钟，一没有一分钟，六五九五八五七五，你的时间跑得有点快，快点哦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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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啊！啊！哇塞，这些人真的好过分啊！你们怎么那么血啊？你们我平常惹得到你们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已经我们捡到枪，我们捡到刀了，赤手空拳就成功，太夸张了！霸凌！我对你们平常有那么不好吗？有了。他们是关心你啊，好吧？不知道手中突然有这把东西了。对啊，好哦。你看，你看那讯息是杰克打的，嘿，杰克，对啊，杰克打我打最凶，我刚刚连打一排，就说他翅膀长硬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手他不给我串流，你是马有没有换队啊？有啊，嘿，一队吗？哦，有了，整个我啊，好。熊猫好了吗？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看一下这叫什么？精灵之战，精灵，精灵之战，挑战这张新的地图叫做《水火不容精灵之战》哦。它是一场，也是一个两队对抗的 PVP 的地图哦。好，然后呢？我看一下哦，想一下要直接，应该直接分队玩应该还 OK 吧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试看看，试看看咯。看他地图有没有在附近？没有，直接玩了就知道。好好，有一些可以先说，有一些可以先说，好不好？好。他的金钱也是挖矿，那挖矿呢，它是有一个特别的矿区。哦哼，那里就会有铁矿啊、金矿啊、钻石矿，那你要用对应的镐才可以挖。比方说一开始只能挖铁矿，你要挖到金矿的话，就要升级镐。哦，好。然后它的矿物是每隔180秒，有没有？那边右边告示牌有，就是每3分钟矿物会重置。哦，所以就是矿物的地方就只有在那个区域，那你用这些矿物就可以换钱，然后去买相关的东西。嗯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双方没办法互打，他4分钟过后，中间才会屏障才会下降，好，才可以到敌方的阵营去打。好。然后关键呢，获胜的条件就是获得到指定的分数啊。那获得分数的方式有几种，一种就是杀人，杀人的话会有10分，对。但是如果你连杀5个人，那你就会有那个杀人王的状态，被通气，被通气的人死掉的话，对方会获得100分。哦，所以要小心。那最关键的呢，是它有一个叫做恶魔精灵，好帅！1分钟的时候，它会重生在中间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怪物。如果你杀死它的话，可以直接获得10分。教主问恩，但是必须要说它非常的强，它血很多，而且攻击力很高。哎，我什么通第一场就小试身手，基本上杀了它可能就可以获胜。好，那杀死他的话，他死亡会掉落一些东西，然后也会开启一个隐藏的商人。对，那个商人会发光啊，就是他是一个随机商人会出现，那他可以去买一些很高阶的装备。嗯，然后其他就玩乐就知道，好不好？死了会喷装哦，会全部喷哦，要小心。然后游玩是冒险模式，所以所有的方块。只能用镐子破坏，然后重点是它没有垫脚石。哇塞！对，所以你掉下去，你就要慢慢的挖上来。那双方的珠宝，双方家里面是没办法被破坏的，但是外面都可以，所以要小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我们来这边抽奖，抽队伍，抽奖。好，大家最爱抽奖了，完全2/2哦，因为它根本都会补。这是啥？
不是不是，别别别别别别那么自闭，别那么自闭，你走过就会有拿到了，走过就有哇，你还拿到那么多个，我们拿到一个呀，哦一个一个，那你就红队进去，抽签哦，我以为进去里面可以抽东西，完全二分之一，四个人抽就结束了，谁想抽？陆明抽，抽，哦，陆明抽，一对满就直接黄队了，大家都在抢，红队蓝色蓝色二分之一哦，二分之一。凡凡你怎么不见了？我们是水元素。哎，那踩进来啊，踩进来。热情如火。欢迎了。凡心，你已经，他永远都是二分之一，永远都是二分之一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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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怎么丢进去？就不用管，就带走了。带走带走，外带外带外带。对，好，红蓝大对抗哦。好。那就分开来准备。哎，为什么我变红队？啊，你是红队啊！你是红队，对啊，你是你是红队啊！没有，就说他的抽不是依照剩余的人数哦哦，就是完全都是二分之一。不是啊，手上拿蓝色方块变成是红队哦？是谁放？没有，你是最后的，反正你是红队，没错。是个啦，我们哎呦，这个是700分哦，第一场小智争吵700分，700分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要分开对抗，来。嗯，你们下去啊。嗯，哎、欸，解释一下啦，刚刚我发生一大堆事情，还有没听到规则啦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刚刚一直在顾着打洋洋跟杰克，我没在听。对啊，进去进去才慢慢看啦、啊。其实好像他没讲多少，就是、他没有讲啊。一样就是挖矿。对不起，我自首，我没有认真听规则。然后需要强化你的稿子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一开始有一个什么暗黑精灵，然后打死他可以会有5000分什么的。恶魔精灵啦，暗黑精灵是什么？黑暗精灵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一样。是啊。你要干嘛？去中间挖矿是不是？我们家矿区在哪？我们家这边有一个洞窟，每次喜欢在我八点开台的时候来问我问题啊。嗯、你说哦，哦，这里啊，矿物在这里。可是一样要对应的稿子。对。嗯。我你看，大家其实都没那么没仔细听，好不好？我刚刚跟央央跟杰克都在跑酷啊。我一直被揍下去。不能挖矿、啊。洞窟好小哦。哎、欸，有战车哎、欸？为什么精灵国度会有战车啊？人家不能用战车。对啊，跨世代，you know？ 是人家。不是啊，精灵不是。都用魔法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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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石稿是拿来挖什么的？铁稿，铁矿吧。那、啊、怎么没了吗？啊，可是要怎么做铁稿啊？哦，我矿物重置时间。哦，哦，所以要 reset 吧？搞是不是？我懂，不是。先看怎么能换什么好了。我现在在想木头在哪里。绝地矿工这个吧，可是他要。木头不就外面的丛林木吗？不能挖啊！不能挖吗？不能挖。啊，我说有人，我看有人挖一个，就是没有，那个是本来就那样的，他那个树没有长好。欸、你们是不是要集资十个精灵币可以换十稿？哎、欸，铁稿哎、欸。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。精灵币在外面啊，外面的商人卖那个可以换啊。哦。对用铁矿换吗？没有。对，用铁矿换两个，一个换两个，哦、所以要集资。哦，哦，我会交易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是用火，要180秒才会啊，所以要等杰克去换10块钱。哎、欸，杰克过来啊，我有6个，我20块。哦，那我们两个集，然后就可以去挖金矿了。Okay, 好。为什么杰克这么有钱，都被挖走了？对啊，对啊，真的不分一下的耶，贪财、欸。他是不是十个？靠，好像会饿死。对对，天啊！好了，去挖金锭。啊，对了，刚刚全部这样听下来，唯一让我就唯一两个有让我听到，就是第一个是说没有垫脚石，第二个是恶魔精灵，就这样，没了。我哎呦，你不觉得铁镐一个人就好了吗？是啊。对好像也是哦，因为矿豆这么少，对啊，就这么少，你金啊，你还要这样子挖？对呢，最高的稿吗？还是这是最高的吧？不然我们先换食物啊。哦，对啊，好饿哦。对啊，刚刚突然饿。我们可以吃铁稿，啊，加10块钱耶！你是不是有点烫啊？居然连铁稿都吃。重置了。啊！重置。哦，好好玩哦，那个门。不要玩门啊！
通知啊！我要哭啊！干，你不要在我面前！牛排好贵，五个就十块。哇，物价上涨哦。对，贵死人、哦。我还不啃，我还不啃一个鸭鸭精，羊羊精，羊羊精，鸭鸭精，我得啦。我觉得这个要团队合作、欸，因为钱的。这个应该就是团队合作、啊，这怎么可能是单人地图啊？天啊，这不可能单人啊，不可能。这就没有那么，相较其他地图来，那个它团结性。你是说像什么王叉之战之类的吗？就是王八之战、歼灭叉战二之类的吗？对。你们多少钱了？只有十块。我这里有十。我八十块。为什么？你给我两块钱，我直接换撰稿。我给你两块吗？对，我好我给你，不然就集资在一个人身上。屁啦，哔哔哔，认真。啊，太快了吧！我什么都没做。是假哔哔了，打架了。打架了。啊！等一下。啊，不是前十分钟没有打那个伤害吗、啊？他说中央屏障屏障倒下啦，可以是捣乱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等下吉士尼的肉好贵哦，贵死人了。不贵不贵不贵，有钻石有钻石有钻石，吃肉，吃钻石，一人一颗。啊，好好吃下去。哎、欸，他们家都挖得很干净哎。我们家也没挖得很干净吗？我们家挖干净啦。那个盾牌要25哎。对啊。吃的嘞，阿基斯。谁啦？谁这个小坏坏？小雨跑过来了啦。他来干嘛？他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他观摩吗？这样哦，嗨，哎，他全套铁装嘞，好凶哦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？你太凶了吧！欸、等一下，我把自己困住了啦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对面家。怎么这么凶？哎、欸，他们全部都是铁装了啦！太快了吧！太快了！太快了啦！这玩什么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还在搞基础游戏啊。这就是没有听清楚规则的下场。还在熟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铁嘛？对啊，有工作台嘛？要不要做水桶啊？啊，应该是可以哦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等一下，先看看这有什么，应该只是装饰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先大家都有铁装啦。铁装要怎么叠啊？它是没有啊，它有换的地方、啊，直接换，可以换。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最主要目的是干嘛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得分，杀人。杀人哦！中央的那个黑暗精灵什么的，恶魔精灵、哦，恶魔精灵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在上面啊？两个都黑暗精灵，黑暗精灵要强啊！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雨月下去了，是雨月还是露咪？雨月会喷装吗？会，不知道。哦，那把它装打下来啊！哎，把它装打下来啊！然后你们可以穿了。打宝装啊，打宝游戏。哎，那你们没有裤子跟那个啊？这有帽子给你们。哦、我给你好了。啊。好。OK。那我要继续去。哎，可是他不会回血。雨月。哎，漏。哎，对耶。他不会回血，他要靠吃那个金苹果。金苹果。哇。金苹果多少钱？十块，五颗，吧。那你有没有钱可以让我吃金苹果吗？有，我这里有五块，你要是不是16块？你拿去买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阿基斯给我，谢谢。阿基塞啊，阿基塞，金沙巧克力有，我有了，不用给我了。没有，我们要给你。你要给你的意思？自作多情，对不起。一切都是你想太多。你们都先换盾吗？还是换盾啊？为什么这个人要一直？隐约到底想干嘛啦？他一直走断桥。我先这断桥有什么魅力吗？断桥是什么？那个、箱子有帽子，铁帽。你可以去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？啊 okay、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头不戴？哎我好吧。耍帅呀、啊，耍帅呀、啊。比较帅，对不对？你看小屁孩。工程铁装补给包是什么啊？应该是全套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刚刚有人买过吗？没有，我买买看吗？哎、欸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啊呜耶呜耶呜嘿吼嘿哈呼！哇喂嘿嘿，喂嘿。
健康的健，好哦，很健康，到底什么东西、啊、小雨的血量好诱人啊、欸、真的是靠杀人赚分吗？好像是耶、欸啊、然后打精灵会比较多啊，他在附魔了，哇巧大大在附魔了，等一下他又要、啊、我们不用玩了，他又要大杀四方了。精灵是什么啊？我们吗？对啊，我们是精灵啊。哦，直接穿上耶、欸、直接穿上去耶、欸很贵吗？二十个啊，跟他一件一件买那个这个啦，这个算一下，这个啊，这个是可以破坏吗？二十个不行，四七八五，四七八五，他一件一件的应该就是让你，就是你肯定缺哪边什么那个吧，单件买比较贵 哦是哦，嗯，那我还、啊、可能大家可能单件买是为了那个吧，为了要救了你，可能缺鞋子啊，打到的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继续挖，继续挖矿坑，同志。我需要铁装。我想要铁桶。洋洋，洋洋，这给你。哪个？跳 Tango。哦，感谢。你们要来挖，你来挖钻石。哇！小雨爆啦！小雨爆了。他刚有铁装。应该换给音乐穿的吧？他们来交易，我来交易，交易屁啊！哎、欸，钱 ，PVP， 哎，乔大大社工啊，乔大大社工啊！